戏剧任何媒体未经授权转载，喜欢请转发哟，么么哒。黄景瑜在网络剧《上瘾》中正式出道，此后一举成名，钢铁直男的气质让他大为圈粉，成为新晋男神。人红是非多似乎已经是贵圈定理。近日网上有人曝出黄景瑜的猛料，趁92年才26岁的他居然已经离婚了，因现身民政局被拍到，被曝离婚的对象是之前网上盛传过的绯闻对象王雨欣，两人是相差6年的姐弟恋，而王雨欣是一位经历很丰富的画家，绝对是一个有故事的小姐姐。两人离婚的原因是家暴。此外网上还有一些黄景瑜脸上受伤的图，看起来确实像是一些指甲的抓痕。有媒体去找黄景瑜的工作人员求证，工作人员表示当然是假的了，黑子造谣都不需要成本的。至于黄景瑜脸上和脖梗上的抓痕，工作人员说他练柔术难免会有伤，这种事情不需要解释了吧。确实黄景瑜一直都有练巴西柔术，之前他也晒出过自己练习的照片，看起来打斗得很激烈，受伤在所难免。何况黄景瑜身高187，长期练柔术，要战斗力多强的女生才能把她家暴成这样呢？社会我姐姐可以切出一下现在的造谣，很多人都会用我认识 XX 或我是某某的 XX 来增加铺料的说服力。看来黄景瑜这次还真是无辜躺枪了。微信号 LOSMISS 喜欢请分享，么么哒。一姐换新 logo 了，各位闺蜜认准正版，以学术的严谨看娱乐，最有料的娱乐研究者。